潮汕人对鲜有着极致的追求，现杀的鱼鲜是潮汕人检验海鲜火锅的唯一标准，严选鱼中贵族，人工无法圈养的杜龙鱼，刀工十年以上的老师傅用纵横交错的刀法将骨与肉都切碎，既要切断筋骨，又得保证皮肉的完整性。上鱼开锅，放入杜龙骨奠定鲜味，杜龙鱼肉下锅烫煮十秒，鱼肉的鲜甜爽脆在口中绽放，蘸上杜龙标配的梅酱，香甜又可解腻。随后将贵妃鸡放入鲜美的鱼汤之中，鱼熬鸡，鸡再熬回汤，龙凤组合，这样就是杜龙火锅的 YYDS。